主人，这是天雷门的间谍，天雷门已经被我处理掉了。很好，御剑山庄这次共发出十张间谍，如今我们已经取得六张，剩下的四张分别在无尽门。我们愿意为江湖和平赴汤蹈火。星月派实在没有的话，有你就够了。丐帮，我们丐帮是天下第一帮。和雾都教主，身挂剑士腰牌是剑士夫妇无疑了。既然送上门来，就要为我所用。我们是西域拜火教的，因圣女喜欢热闹，便买了一张禁贴。什么人敢来圣女座驾？神策，冷无忧。司灵剑已然铸成，我御剑山庄将重回往日辉煌。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在马车上，我们的道义剑忽然发光了？司灵剑很可能就是我们的钥匙。今晚便是月圆之夜，时辰到了，我用他们的鲜血为司云剑开刃。现在司云剑已经是形，成为魔剑，现在唯一能打败唐木峰的办法就是集齐巡洋和追月两把名剑。等什么？走，不用找了，在我这里。这也太草率了吧。你们以为有了巡洋追月两把剑就可以与我一战？今晚就让你们给我哥哥陪葬。